欢迎来到巴塞罗那。我的巴塞罗那之旅呢，远远的超过了我的预期。这要感谢我的好朋友 Monica 和她的男朋友 Fabio， 不仅让我住在他们家里，还陪我去了各大景点，也成功的找到了非常非常好吃的西班牙菜，还有日餐、中餐。我觉得巴塞罗那简直就是美食天堂。我自己也去看了这边的 Flamenco 歌舞秀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将把我这次旅游所有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对来巴塞罗那旅游感兴趣，记得要看完这一集。上一集我们吃了非常多的西班牙美食，还去了一个非常可爱的酒吧，最后我们还去逛了西班牙的传统市场。还没有看过的朋友赶快去看一下吧。不像十一月份这里的天气，很舒服，刚刚好，不冷也不热。这里点一杯喝的，静静地享受眼前美丽的落日。你一定要来这里看日落，相信我，太美了。我们现在吃完饭了，我们现在要去贵阳公园。如果你来巴塞罗那，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贵阳公园，这个是巴塞罗那必看的景点。在这里你除了可以俯瞰整个巴塞罗那的全景以外，你还可以看到海，然后这里有很多童话般的建筑。那这个贵尔公园呢，也是高迪设计，它是西班牙人的骄傲。Laut die Spanier hat Gaudi die halbe Stadt gebaut. Hier hat das Haus Batlló, La Pedrera, hier den Parcuel.到这个公园来呢，一定要提前预约，现在已经买不到票了，收到了。穿舒服的鞋子，做好爬山的准备。
这个上面啊是那个鹦鹉的窝，你要在下面小心啊，它可能会拉屎在你头上。什么童话世界啊，太美了吧。Adios。 你们觉得桂儿公园怎么样，值得来吗？留言告诉我。现在去吃日式铁板烧。去这里吃饭，牛油果。Ready。五年几岁？你加油。哇，闻到松露的香味扑鼻而来。这个松露饭好好吃的样子，闻得好香好香。这个吃了能飞吧。 Oh my god， 我要飞了。这家超级推荐，一定要来吃哦，好吃。今天晚上我一个人，我现在要去看 Flamingo Show。 我买了最便宜的票，25欧元，而且不用等。10点多的冰淇淋店，我们现在要去圣家堂。是巴塞罗那最有名的景点，它始建于1882年，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工，但这也正是它的独特之处。在这个未完成的状态中，人们见证了时间的流逝，建筑师的梦想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圣家堂，哒哒，进去看彩色的玻璃。阳光透过彩色的玻璃花窗，
洒下一片斑斓的颜色。我感觉自己走进了一幅如梦如幻的画卷。彩虹般的光芒照亮了教堂的墙壁，这里每一处的细节都是艺术和建筑的完美结合。这是一个充满幻想和神秘感的空间，我被眼前五光十色的光影所包围。就仿佛沐浴在天使的光辉之中。参观结束，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他们那个彩色玻璃的光。你喜欢圣家堂吗？你会想要自己来看一下吗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。